吗？嗯，每天都来吗？蓝色的，红色的。真的呀？嗯，天然的还是自己养的？天然的，天然的。哇，这么好呀！你看到吗？没看到呀，等一下我看看能看到吗？我看到了松鼠呀。哇，大尾巴看到了，我的天哪，看到了呀，大尾巴呀，这爬呢爬呢爬呢，啊，这尾巴好大呀，这个大尾巴松鼠，哎哇，这还小，还有更大的，是吗？我好多好多松鼠呢，好多呀，对呀，小小只好多，哇，这么多松鼠呀，哇，好多呀，这是什么鸟呀？这是叫哦，这是一种鸡来的，它是一种鸡呀，啊，里面你看到吗？哪里有那个大鸡，那个母鸡看到公鸡的母，公鸡是花的对吗？黑的是母鸡对吗？好大只呀！鱼，那个是蜥蜴，大家，等我拍一下照片。我的妈呀！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吓死我了呀！拍。哇，那嘴里边没有死，没有死，没有死，没有死。等，我好了好了，看看好像放好了，死掉了。没有死，没有死，那嘴刚才在动。还没有死。那你给它扒下去，它可以活哈。死掉了。没死，刚才那个。死掉了，我的妈呀！你不要给它扒下水，它让它活，让它活。给东西咬掉了，死掉了。但是它刚才它嘴动了。你看，它死掉。那他刚才嘴动了呀，输掉，你看他输掉了，我的妈呀，那个哦，对不对，输掉多少，有输掉多少来练一练，输掉多少你看，来过来，完了，那个一会儿蜥蜴来吃他了，四脚蛇会吃他呀，就是我叫他赶他走了，赶他走，快点赶他走，不要给他吃了，对呀，不要让他吃他，对，因为他一会儿他可能会活过来，可能会活过来呀，对呀，有机会活了啊，他有机会会活过来，一
到水了。对呀、啊，遇到水可能会活。肯定是小只的鳄鱼了。我的妈呀，就在我的脚边呢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树枝呢。我以为是你在那拍那个鹅嘞，这边有鹅。鹅我没有拍到鹅。这边有鹅，小只的鹅。是鱼呀、啊，他们说是鱼，救了他，谢谢你救了他，感谢感谢，这是大的戏法。你看看，阿弥陀佛，对呀对呀，动了动了动了，动了活了，对对对，活了活了。哇哦，谢谢谢谢，你救他一命呀，救他一命。这个他的动作快，不然他简单发挥会死掉了。对呀，没有水他就完蛋了。对呀。我不敢。这个安哥好，这安哥真好，我不敢碰，我害怕。今晚拜几？今晚拜几？今天拜二，哎呦，不是拜三了，拜三就好。明天也开，明天也开。救了一条鱼，怎么救了一条鱼，胜过什么呀？胜过啊，佛佛去他佛那个佛陀。去佛陀啊，嗯，善哉善哉。我们就来这边找那个鹅。鹅在哪儿啊？是吗？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呀。这安哥，安哥好善良，两位安哥好善良。对。嗯、本来是要拍那个鹅的，看不到那个鹅。哇、哦，这条不要，这条鱼还在这，不要让那个蜥蜴过来呀，它会吃它。啊那个、看看这个四脚蛇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哦，爬了，爬了，爬了。汤，下面椰子水。